这么怂的吗？机子也不修，人也不见，见不着。怂的呀。还好我带传送。等我招到人，机子都没了，这把要我们平局倒，太怂了。是见过怂的，没见过这么怂的。他就不修机子，一直等着我抓人。应该不是他救，空姐救。平局倒了。太怂了，我不抓人就不修机子。要好了。这还鞭尸呢，兄弟！大心脏压了失误了，我还鞭了一下尸体，真好啊！太你牛逼！那边应该有地窖，太惨了！这只要我知道大房有人，大房肯定有一个磁流或者限制，不想去，大房不爱追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哎呀，炸了呀！海伦赢的局，闪现失误了。这么好的节奏，先知秒倒，头都大了。
真羞啊，刷新破丝不救人。激情狂喜掉的是真的快呀，我的天。
还撞到他了，因为门开了，他们一定会弹。哎，这波激进狂带的不灵性啊，没有追猎那个效果大。再编了一家尸体，整好了。
哎，他刚才没交资源吗？谁把他摸起来的？ 哎呦，好卡！
开这么快的吗？这不带个幽闭恐惧，一秒钟门就没了。
Oh.
希望扫机不是空姐吧。真是说啥来啥呀！人都炸了。空姐屁股太铁了，真不想抓。不抓也得抓呀，那咋办嘛？你不抓到他的小鸡子。就两台半。但是好事就是这边机子一直在被干扰，没了。不停的丢人，还是用命救。我不着急，多丢点。来扯他，刷他，刷死他。
傻了，这还扛到了。还好不是特别亏，这边魔术师也在修，魔术师要救人，先只残了个腿，他怎么一瞬间跑这么快啊？直接追。还探呢，小伙子，你直接扯吗？探一次不，还不够。还想烫一个实体刀，过半了。贼得很，你看这都贼的。穿模了，刚刚现在只是调香赛，真叫贴脸修啊。哦哟，
多谢困兽之斗。 这波炸了，这波又开枪。 又是开枪，又是被撞了，节奏断掉了。本来这千只秒倒挺好的，千玺玩急了，100%，牛逼。 他百分百巨版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绝望啊！不摸人吗？空姐也不修机子，人也不摸。 没了呀！哎，小丑和蜘蛛一样的缺点，拦不住人，想救就救，就很烦，跟蜘蛛一样的缺点。 魔术师这么怂的吗？板子都下好了。
哎，这都没摘到。还是蓄力刀好使，青刀爱无鬼青刀简直一坨屎。贪个啥呀？这贪！这个人真的喜欢回手掏啊，掏个锤子，你不回手掏你早跑了，非要往回手掏。自己不要先知人，我还是怕马拉松，要么就是打一刀人开不了技能，就很麻烦。我再带一个狩猎本能，好像是
哈了我一下，我傻了。看他撞不撞就了。这一波伤啊！太空姐了。What？ 发生了什么？我感觉这些人全部都带着铁屁股一样，这血掉得那么慢。你看这个先知掉的血比空姐还慢。人都傻了，还修机子。No.
这么好看，大空姐也不是也可以，也不是不行。 忘记我带风窗了。 树全拆了，我靠，真狠呢！ 就一个拆书，一个修梯子。这个拆书很烦啊，不是一般的烦。 真的是没了，多少人又闪，树还疯狂被拆。啊！
哦，这波骚扰太狠了，一个拆椅子，不对，一个拆树，一个拆眼，再一个人修机子。估计是没了。哎，那先知哪去了？他不会绕一个大圈，还真的是绕一个大圈绕过去了。可以呀，仙子可真能跑啊。哎，刚才有个火是刷到脸上的，我没用。这都没打到，真的是反正下好
应该要过来求啊！好短了。 哎。 敢救我？睡觉的呢。 他倒地了，还来修。
这么贪的吗？带怀表。哎呦，我太快了，我驾驭不住。 啊！我看屁股呀！你这不看屁股呀？奋斗之刀，属虎。 操作不是很懂。
好卡呀，我的天！太卡了。不往那边走了，换个地方走，偏直。感觉往那边走，肯定又是前锋空姐。真的就蹭十几刀啊。他这样蹭下去肯定是有那个人，肯定能把第二只鸟蹭出来。哇，这个挂 VIP 好伤啊！这挂 VIP 丢三台电机。早点挂了，这边空姐在没人。这么快的吗？
空姐秀的不会很爽的，前锋秀机子，骚扰他一下吧。 他虽然秀的不爽，但还秀得动呢。 感觉是向右跑的，好吧，他是向左跑的。
按道理这边应该有个人呢。哎，真叫佣兵啊！谢了啊！有个舞女在这里，哟，干嘛呢？他想盖我。空伞。采回子好快啊，我日。这都没做到，我炸了。我真的炸了，不打了，我要双屁股，看能不能拦住这个佣兵们。哎，还不如出刀呢，出刀。哎呦，我没了。真就打平局呗，说平就平，绝对不说假话。
哎，真品了，可以，优秀。其他这双屁股没做到人，并不想打。